早上好呀，你醒啦？你这微微一笑不说话是什么意思吗？啊？昨天晚上睡得舒不舒服？不舒服。哪里不舒服啦？但胸口不舒服。为什么呀？你这眼皮怎么又变成单眼皮了？又变成双眼皮了。哎，双不起来了。我再双一下。啊，你再双一下。爸爸呢？爸爸呢？爸爸，你看看。爸爸呢？爸爸呢？啊？爸爸呢？你看看爸爸去哪里了？你找找。找到没有？没找到。在外面吧。没在那个小广场。爸爸去哪里啦？是不是在外面？你喊一下。爸爸。爸爸有没有听到呀？听到呢。听到了。爸爸去上班了。没去上班。去上班了。他不上班待在家干嘛呢？你去看看，家里都没有爸爸了。这一个月都是跟爸爸在一起玩的，爸爸突然去上班了，一天都看不着爸爸，会不会不习惯呀？妈妈习惯。妈妈习惯呀，你习不习惯？不习惯。不习惯。来，起来穿衣服了。不要穿。那你就躲在被窝里，被子盖好了。我拿屁呢。哎呀，臭臭臭。不臭。我拿屁呢。嘘，这个不能告诉别人，知道吗？要告诉别人。羞羞。不羞不反应。不反应。你起不起床呀？不起。不吃早饭？妈妈都吃过早饭了。我要喝粥。你要喝粥啊？好。我要吃南瓜。好。我要吃红薯。好，那起来吧，穿衣服，去把衣服拿过来，在那边。我会穿买那个衣服。你会穿吗？会。会呀，那你去拿，拿过来自己穿吧，好不好？表情包。对。表情。笑，表情包。对，说对了。表情包，小可爱。对，小可爱。不起啊？不起，那你就躺着吧，躺被窝里吧。今天爸爸去上班啦，外面也在下雨，我跟小米就两个人，今天估计都要待在家啦。我要去上班。啊，那你明天早上早早起来跟爸爸一起上班。好。好。爸爸呢？爸爸呢？又找爸爸呀？爸爸去哪里了？去发财那里了。发财那里了。上班去了。哦，上班去了，是的。对。对的。妈给你煮馄饨。煮红薯。我喜欢吃红薯。家里没有红薯了。我要吃南瓜。也没有南瓜了。还有南瓜。等我们晚一点，妈妈去买。这都是晚一点。这才早上呢，晚一点我带你去买吧，好不好？不好，这是晚一点。先冲奶奶喝吧。好，我去冲了啊。对呀，爸爸上班去了，你怎么又想到爸爸上班了？去冲奶奶吧。好，我去冲了啊，你在这儿等我啊。先不配动吗？先放下奶妈。好好好，不拍了，去冲奶奶了。拜拜，再见吧。好，拜拜，再见吧。拜拜，再见，下期的娃娃。好好好，肚子饿了，走了。哎，你怎么就出来了？你自己穿鞋啦？好，还过去吧，坐床上去喝吧。
肚子饿了，早上起晚呐，以后起早一点好不好？好。嗯，没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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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休息一下，过会儿妈妈给你下那个小红通吃。小红通不辣。嗯，不辣。我要不吃小红通喝啥？嗯，那你想吃什么？想吃棒棒面。棒棒面？你在哪儿听的棒棒面啊？我也没给你吃过呀。你这还会点餐呢啊？好。喝都喝啥？嗯，奶瓶给我吧。给我，我给你放着。妈妈去给我拿奶酪棒。刚喝完奶，哎呦。刚喝完奶你就吃奶酪棒，不吃了。还吃奶酪棒。中午吃。还要吃奶酪棒。过会儿妈妈给你做饭了。我来拿学习机，我们学习好不好？好。好。自己打开学习机。还拿卡片呢。嗯，好。对，使劲儿。对了，哎呦，拿出来了吗？先弄这个喝水的。嗯，好。喝水，吃饭，唱歌。用话筒唱的，我们也用话筒呢。哦，用话筒唱歌的是不是啊？是。他们有没有用话筒啊？他们也用话筒呢。哦，他们也用话筒呢。这是妈妈。咩咩咩。咩咩咩是谁的叫声？是小兰的叫声。对。轰隆隆。轰隆隆是什么声音？是下雨的声音。嗯，打雷了，轰隆隆。这是小狗的声音。汪汪汪。我是勤劳的小蜜蜂。对。说错了吧？说对了。说错了吧？这是冰激凌，我要看冰激凌啊。可以啊。